彩虹衣。姐妹花要姐妹在才能唱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彩虹衣。大家。不要勉强。想一下，刚刚唱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之后要接什么？哎呦！什么歌？《欢乐年华》。呼叫郑杰任老师。哦，是啊。小米酒。郑老师。希望后方的朋友进来吧。不好意思，大家收完口啊，我想说，我唱一首《摇电话铃》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不好意思，小文老师，没关系，不要乱喊喊口了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呢，哦。台语。